悬疑问答。同学他工作早出晚归，如果早上出门把窗帘拉上的话，那他晚上很晚回家就是家里一天都是黑的。但如果早上出门不拉窗帘的话，他又怕晚上就天黑了之后有东西进来，他想问应该怎么办比较好呢？很简单了，拉上呀，拉上开灯呀。啊，太好了。现在的节能灯很便宜的呀，这还不懂啊？明白，感恩师傅开示。